这是一个69岁的男性，发现了右上肺的多发结节，是一个磨玻璃结节，而且有分裂，里面密度稍高一些，有血管。这个是一个典型的像原位癌、微浸润癌等等早期肿瘤吧。那么之前没看过最早的，可以对比一下。这个是一个典型的肿瘤的表现，那么看起来它的报告是跟之前有变化，所以呢，这个结节我是建议切除的，有可能切下来会报浸润，然后呢，下面还有一些很淡的、很小的磨玻璃结节，像这个密度比较低，啊，若隐若现，所以这个呢可以继续观察，继续观察。所以这个上叶的这个是有一大过1公分，而且有一定的恶性程度了，可以考虑。它又长的位置好，做一个小手术把它处理掉。